这位伊朗的艺术家作品风格是超现实主义。对艺术家而言，绘画是以新世界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感受。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像是一种新生物，在艺术家的画中栩栩如生的呈现。在他的作品中，可以广泛的看到符号之一是一只鸟，鸟象征的灵魂的解放和飞翔虚拟世界的象征。一种轻巧的生物可以随时随地的移动而没有任何障碍。艺术家总是在寻找这些可以刺激他灵感的来源。